警察尖酸大圣啊，千般不当落跑啊，违规拒绝拦截逃逸不仅危险，还要多吃一张最重30000元的罚单，并且吊扣驾照6个月内。吓鬼会这么大？万一撞伤或撞死执法人员，更会被最重处罚15万，并吊销驾照哦。阿雷贝奈何？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。违规拒检逃逸，重罚加扣照，致死伤，吊销驾照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